原来你是这原样来的，你你是是这这样样的的熊熊安安站，站，你是这样的熊安站。我叫李瑶，阳光的瑶，是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客运值班员。这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雄安高铁站是这座城市的新地标。从外形上看呢，它是雄伟壮观的，充满现代感、未来感。但你进去就会发现，它的与众不同，处处都彰显出雄安质量和雄安标准。雄安站总建筑面积47.52万平方米，相当于66个足球场大小。简约却不简单，有线条的设计，高级灰的色调，一眼看过去，这里是由192根清水混凝土柱和500道清水梁共同组建而成。雄安站的4梁8柱有哪些奥秘呢？创新的味道弥漫其间，整个候车厅将梁柱的截面形态进行了创新优化，灵感来源于雄安新区灵动的水文化，同时又兼具了梁柱建筑形态的整体感和韵律感，让整个空间更具生命力。建构一体，创新之路供创新之间，因清水混凝土柱拆模后无二次补救的机会，所以高精度的要求就在于它必须一次成型，同时摒去过多的装饰，反而传递出了力与美的视觉冲击。那么对于简洁干净的美学需求，实现均匀稳定的浅色清水混凝土，便是构造雄安站气质的成败所在。通透明亮的候车大厅，但其实你们看上面，车站20%的电都是太阳能发电，顶部设置了4.2万平方米的光伏材料。据推测计算啊，这些太阳能板能基本上满足车站的整体照明，实现电量的自给自足，平均每年发电量是580万千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它，你们拍的这个像小岛一样式的小风亭，它叫多功能信息岛，别名岛式空调机组。像这样的小岛在候车大厅里一共有22根，一应俱全，集成了包括空调机组、二氧化碳传感器、消防报警器、火灾探测器等多种智能装置，可以直接控制候车室的温湿度和均衡空气质量。未来这些信息都将逐步载入车站的智能大脑，而它呢，将实现车站管控和服务于一体的平台，为客运车站的智能化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。在雄安站里，其实到处都是充满着智能、科技和人性化的服务场景，这些场景的应用也丰富了乘客的出行体验。哦，第一次来雄安站，今天刚到的，确实很大、很干净、很整洁。来雄安站坐高铁去北京。这是我第三次来雄安站，我觉得雄安站非常的磅礴大气，然后就感觉就很像那种一线的大都市的感觉，然后也十分的智能化。我现在是要去大兴机场，然后坐飞机，今天这一趟就很快，19分钟，然后到大兴机场后也可以直接坐飞机，然后就特别的方便。而如今呢，每天有17对列车往返于雄安。在我看来，对于大多数旅客来说，京津冀协同发展早已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。我觉得雄安高铁站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，更是这座未来之城的新起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向你们介绍的雄安站。